聊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他也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他说他还现在哦，晚上睡觉还会午夜梦回，会想说他当时对日本队为什么好像一出局满垒打一个冲天炮，然后甚至他之前对统一狮队的那个下勾投手何宽阳，他在球场上他还会想说他当时对日本的这个牧田也是下勾的那个球为什么没打好，嚯嚯，真的。2013年 WBC 表示国内的投手的形态不多元，不多元之外，就是说各种类型的投手不够刁了，有那个样子，但是内容是精华没有投出来，这个都有一些差别的。你像包括说，提前撤投的，你可以滑球、曲球、变速球、上飘球、下沉球。都 OK 的，你投不出来嘛，只会一种球路 NLC 啊。挥棒落空，三球三振。早安午安晚安，请林志胜回去休息。王建民三振掉了林志胜。八局上半，拉米戈没有得分，2-3，1分落后。